療醫生咧，其實係有一個非常之豐富嘅喺尤其是喺公營體系嘅嘅經驗啊。喺呢個咧係亦都佢嘅豐富經驗咧，係對我哋喺食物及衞生局協助我喺制定醫療政策同埋一啲我哋相關嘅一啲嘅課題咧，係作出貢獻。能夠獲得特區政府嘅任命做呢個食衞局嘅副局長咧，我本人咧感覺到非常之榮幸同埋高興，亦都可以透過呢個機會咧去服務大眾市民。亦都當然多謝陳局長咧佢嘅邀請啦，等我可以參加佢嘅團隊。在呢個局裏面嘅唔同嘅範疇，包括醫療啊、衞生啊、食物啊、漁農等等嘅範疇咧，去制定政策、推行政策，同埋跟住一啲實施嘅過程。咁所以咧，我上任之後咧，當然要把握時間咧，盡快同呢啲相關嘅部門咧，去認識佢哋服務嘅範疇啦，以至需要做嘅工作咧，可以盡快展開嘅。